就是著名的德国手风琴品牌叫 Hohner 啊，这手风琴呢是我过10岁生日的时候家父送给我的礼物啊，所以一转眼多少年了啊，这个本人今年已年过古稀，所以已经过了60多年啊，此琴伴我终生啊，我就记得呀，这个小时候这个弹的。第一首曲子好像就叫做《两只老虎》啊，著名的儿歌啊，大家都知道啊。这两只老虎啊，现在给大家唱一下啊。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，大家呀，可能以为这是一首中国的儿歌，其实不然。是法国的民歌啊，叫《Frère Jacques》，就是雅克兄弟啊。雅克兄弟是教会里的一名这个传教士啊。按道理啊，每天早晨应该打晨钟，可是呢，他这一天呢，睡过个头啊，所以就提醒他呀，雅克兄弟，你是不是还在睡觉呢？啊，该起来打这晨钟了啊！叮咚咚啊，打这晨钟啊！现在这个。这个本来这首歌是法国的这一首这个民歌啊，讲的是雅克兄弟 （Frère Jacques）。然后呢，后来又有英文的、德文的歌曲，都是按照这个同一首旋律，讲的也是这个，雅克兄弟。不过在英文里呢，叫 Brother John 啊，约翰兄弟了啊。他也是说啊，这个你还在睡觉吗，雅克兄弟啊？你这个约翰兄弟了啊，还在睡觉吗？啊，现在晨钟啊已经响了啊，听见了没有啊？叮咚叮。啊，叮当咚的啊，听着啊。后来呢，又有德文的啊，也是同一首旋律，讲的是啊。叫做雅各布啊，兄弟，Bruder Jakob 啊，同样的是啊，说这个雅各布兄弟啊，你这个你是不是还在睡觉呢？啊，你听见没有？听见这个钟声在响呢？啊，叮当咚啊，叮当咚啊，Bruder Jakob，Bruder Jakob，Schläfst du noch？Schläfst du noch？Hörst du nicht die Glocken？就是 nicht die Glocken 呢，叮当咚啊！你听见没有？听见这个钟呢？Glocken 钟啊！Thank you.
家看着啊，一首歌一首儿歌啊，用中文法文英文德文都唱啊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谢谢。